同胜利合唱告吹，容祖儿感可惜月阳送祝福。多位歌手前晚出席音乐颁奖礼，原定喺韩国嚟香港嘅胜利，因为近日卷入多宗丑闻而退出娱乐圈，未能够嚟到香港出席颁奖礼同容祖儿合唱新歌。对此，祖儿咧就为胜利呢位才华洋溢嘅艺人感到非常可惜啊，亦有透过胜利嘅同事咧送上祝福嘅。琴日收到呢个消息，觉得都好 shock 啦，即系好突然啦。咁但系可惜嘅。因為今次本來我同勝利係一個合作喺度嘅，咁但係因為即係其實過去嗰個月咧，佢都好即係好忙，咁咧我哋嘅製作咧就要叫停，係啦，咁就真係即係我係覺得遺憾嘅，因為對我嚟講佢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艺人咯，所以即我都很期望跟他合作。在现在这一刻，我会觉得希望他快点可以没事咯，是啊，这个是我最希望。我就录了音的，是啊，他都有参与录音的，但是因为我们的后期有很多的混音啊，有很多后期的制作啊，都即是没可能继续啦，这样，因为其实他原本會參與多啲嘅，咁所以咁變咗係咯，因為佢都好忙啊。不過即係有透過佢嘅同事咁樣去即係表達咗我對佢嘅祝福咯，係啊。